游戏还没开始啊，就是将要开始的样子啊。饼哥不会吐烟卷呢，认真的说。超不喜欢这把枪，可是跟一个散弹枪比起来的话，没有枪口。S 一八九七其实是没有枪口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狙倒人家。我超爱 V 桶啊，可是它是长期距离没什么用的那种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把一个四倍镜装上去的话，是几乎没什么屁用。看一下啊，这是超不喜欢这把枪。我不是说三三枪，我是说冲锋枪。谢谢你，小三，谢谢你的 host。我好像忘记了看打一点中间的那个。然后航线的话，好，这边有一台车。我们先标一下大概的位置啊，那么远，就估计一下。那个山坡后应该就看得到吧，对不对？
可以的。Eric, not bad. 你呢？干，差一点点，原来以为有人对我开枪了。牛逼，戴着太阳眼镜，看得清楚，还好吧？不是超级清楚，可是是可以的样子啊。真希望我在这边可以找得到一把步枪，然后再来，我需要赶快到南方岛那边，就一击溃。毕竟有小眼器，到底丢给我三小啊？心灵大师吗？还好啊。还有心灵宝石耶！艾瑞克，好久不见。这把枪消炎器会比较好吧？狙击枪。啊，这么多7.62就够了吧？现在的话，这把枪可以稍微跟一个步枪比起来啊。现在是可以的样子啊，可是长期距离攻击的话，真的会很难哦。真的是，这边根本没有一个步枪吗？终于有止痛药，真能打基因很难，真能打基因。这个狙击枪有点难配合。好，去对面的哪几个房子啊？几发子弹应该可以的样子啊，他们有点轻。当你完全找不到一把步枪的时候，
差一点点爆气了，为什么呢？找这个东西找了这么久啊！这把冲锋枪，对。好，除了屁股配件之外，我什么都有啊。MOS 是能打吗？可以的。第一卷快说完了，等一下要赶快离开。楼下有补家补资补漆啊，对。可是我觉得消炎器会比较好吧。枪口啊，我知道。这边就有这个 Scar L 全配件的，原来这个地区是有的。然后现在要赶快离开，生存为主，各位。我们不是什么玩这一款游戏的大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主要的关心应该是生存。要找一个车子然后离开，搞不好我的 E 方向 W 方向应该有敌人吧，搞不好会有的。压得住，可是如果有消炎器的话，他们忍不出来我的位置。这把吃鸡。听得出来啊，只要稍微找一下。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看给严峻，我严峻不会。今天的头一场游戏已经达到了第24个位置啊，可是没有碰到过敌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说我是其中一个的话，我会在上面那边等待敌人过来啊。认真的说，我没有直接把窗装上那个海滩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想要那把窗，那个窗看起来很正常的样子，你们懂吗？就是这边本来没有什么敌人的样子啊。要制造这种气氛就对。现在感觉没有人去过那边。
可以拎一下这个社群，如果有托腮板或者是狙击扩龙弹夹八倍镜之类的，我觉得是划算过去看一下，对不对 ？Cliff best camping spot， 对呀、啊。现在是完全确定没有敌人来过这里，要不然他们应该很早就拿到那个刚刚的那个止痛药，你知道吗？耳机盔，不是耳机盔，耳机夹。原来看到我的背包的时候，我对自己想起来了，三小，我原来有六个布包，可是那个其实是测试服那边才有的。乔治那边感觉是蛮，怎么说？到现在也没有听到开枪的声音，蛮刺激那边。对，啊，他们等一下要渐渐的推回来到这边的位置啊，所以要赶快令这个社群就对。背包快满了，有必要的话可以丢一些纪念流啊。乞讨会被喷一脸子弹。让人以为我没有来过这里。这一场虽然很无聊啊，可是应该蛮有机会的，对不对？前十四名也没有碰到一个敌人。手指，他们全都在那边往这边开战起来啊，应该就对。连一个都没有杀掉，你知道吗？吃鸡是有 SOP。我的运气在这场来讲的话，算是正好啊。准备各位，没有一个三级盔，所以
这个状况有点恐怖。应该要回去放手这个位置，就确认一下没有人要来自这个方向打我这样子啊。有人去过那边，不是刚刚的我，因为我一直都会关门，你知道吗？正前面有敌人，欠士兵。社区那边，What the fuck is wrong with me? How did I not see this guy sooner? 差一点点抓塞。真的，前十名开始了。这就是游戏开始的时间点，认真的说，不是什么前二十名。二十在这里。请你拎他的东西，别动！干你娘！一枪！是不是忘记了那个三盔、三级盔？这款游戏都错了，中到他偷一个，真的。啊！听到了，不是 M44 就是 AWM。我觉得他没有必要离开房子啊，正前面。
卡的后面的位置，就剩三只。等一下，我再专心看游戏。就杀了一只。我知道我的后面有一只。干你娘！这款游戏。Come on, get me the fuck out of here.正前面，插塞，这个一定得要跑。他至少杀了多两个，击杀多了两个，可以的。Fuck this game.我插塞，真的插塞。他在推我，应该绝对。他觉得我还在那边。他也很紧张。看到他。